爱生活酷乐岛，怕无聊酷乐岛，很平庸酷乐岛，吃烧烤酷乐岛。酷乐岛是什么？酷乐岛是由中智船艇自主研发的一款多功能环保时尚休闲游艇。中智船艇成立于2011年，是一个年轻朝气的公司，专注于研发生产国际高品质的水上娱乐设施。酷乐岛的设计灵感源自于美国人气零食甜甜圈，只要看到酷乐岛憨厚可爱的环形外创，就会被带到那风轻云淡悠闲甜美的幸福生活中去。酷乐岛按照高级游艇标准生产制造，配置高性能环保电池24伏1000瓦电动推进器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中智船艇始终将环保意识贯穿于生产制造的每个环节。圆形船体配备9人标准舱位，最多可容纳12人。酷乐岛以其稳定、安全、高性能，通过欧盟 CE 权威认证，4到5个成年人挤在一边也不会有明显的倾斜感觉。除了兼具传统休闲游艇的功能，中智船艇别具匠心地提出了水上烧烤的全新理念。船内设置了专业烧烤桌、烧烤炉、保鲜箱、储物抽屉、遮阳伞，在酷乐岛上可以举办一个小小的 BBQ 时尚派对，自助烹饪烧烤料理，体验耳目一新的休闲生活。节假日里与亲朋好友相聚，远离都市喧嚣，享受清新气息，最新湖光山色，品尝烧烤美食，登陆酷乐岛，分享生活中的小美好。中智船艇，乐享生活。